年从5月26号就开始了。嗯，牛啊牛啊！熟悉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有个毛病，就是一到购物节，我就会劝别人理性消费、谨慎种草，然后自己买一大堆。今年我先表个态啊，我用我半个月的夜宵起誓，我这个68绝对不买了，再买我胖5斤，胖3斤。我还找到了各大知名主播的618选品，也给你们拔个草。今天我说这些产品的，再便宜你也不要买。我先来说几个乱七八糟的化妆水啊，这几个热销品你千万不要买，科颜氏的金盏花水、兰蔻的粉水、鹅佩兰的艺人水。那有些化妆水呢适合油皮，有些化妆水适合敏感皮，这三个就不一样了，他们都有一个毛病，全都是装满了防腐剂，没有任何的护肤功能。你有着功夫上上香静静心，可能护肤效果会来得更好一点。你知道人最后都是被毒死的吗？就你吃进去的、喝进去的、吸进去的东西都在毒害你，这三瓶化妆水就是在毒害你的皮肤。它一味的追求肤感，没有任何的有效成分，你可能觉得用着很舒服，但绝对是弊大于利的。比如说这个兰蔻的粉水，很多干皮觉得哎，我用着挺舒服挺保湿的呀，但是它其实就是一瓶加了防腐剂的增稠剂，就像你吃饭只喝米汤一样，是没有任何营养的，更何况还是加了防腐剂的米汤。你清醒一点啊，不能买的。同理呢，我也来提名几个精华啊，欧缇丽的美白精华、 HFP 的寡肽，还有科颜氏的淡斑维 C。 我就想吧，这精华液也挺贵的，对不对？咱们用起来一定要有效果。美白精华界出了名的渣男欧缇丽，没有任何美白效果，还会让你长痘。它披着美白精华的外衣，其实就是一个抗氧化的精华。还有网片精华 HFP，寡肽一根本不祛痘啊，对不起，它的祛痘效果全都是靠 P 图的。我来教你们怎么挑精华啊，如果你是想抗氧化保湿维稳，你就选大厂的，什么小黑瓶啊、小棕瓶啊、欧莱雅的黑精华，因为大厂的技术好，配方均衡。但是如果你是想美白祛痘、紧致提拉，你还是要找成分猛药，一般大厂不敢出浓度太高的，所以你还是要多做功课。你别一看到东西啊好便宜，然后你就买了冲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盘一盘单品啊，年度最大的智商税来了， SKG 的颈部按摩仪啊，这哪里是颈部按摩仪啊，这就是个电击项圈。我要的是舒缓放松疏通经络，我又不是精神病人，你总电我干嘛呀。用的时候呢要配合凝胶，但是你还是要强忍那种针扎一样的电击感，用完了我觉得我的脖子更难受了。就你说电流用在脸上能提拉紧致去水肿，用在脖子上就放松肌肉了。这话都被你说完了，我们买东西都被你忽悠瘸了。下一个单品，鼻部撕拉黑头贴，不是都啥年代了还有人买鼻贴呢？我看还是618热卖品呢，你快别买了，有那钱买个冰淇淋吃不香吗？所有的撕拉产品都不能买，任何牌子都别买。你能不能弄出来脏东西另说，这种暴力的手法会拉扯出细纹的，会让你的毛孔变成永远都缩不回去的三角形。湿敷加控油就能有效的抑制黑头，我觉得撕拉鼻贴应该是一种早就被时代淘汰的产品啊。我真的好想吃冰淇淋啊，那种黄油的软软的。胖三斤然后呢，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个产品啊，如果有个产品它又油又假滑，闷痘还浮粉，颜色假白不贴肤，香味刺鼻还容易过敏，那你会买吗？你这么一听肯定说，杰斯你当我傻的，我怎么会买这种产品呢？来，兰芝的隔离有没有要买？我猜肯定有吧，快住手住手，涂隔离真的不如涂防晒，而且这也不算是一款好用的隔离，会让你更快脱妆的。来，有没有618的臀面膜的？我猜你一定看到了这款理肤泉的 B5， 对不对？淘宝上铺天盖地全是它啊，但真的不好用。它这个面膜纸啊，又硬又小，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啊。而且它的精华也很稀，弄得你全身到处都是，就是不在你的脸上，真的不好用。同理还有什么 JM Solution 啊、森田药妆啊，我都不太推荐，我反倒觉得一些国货的面膜贴做的挺好的。下面一个单品，贝德玛的卸妆水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购买的截图。这个卸妆水的吸妆能力太弱了，眼妆完全都卸不掉，他说是为敏感肌设计的卸妆水。敏感肌为啥要用卸妆水啊？啊，卸妆油它不香吗？阿特尼克它不好用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贝德玛呢还有一个 bug， 它的卸妆能力很不稳定，用到后半瓶的时候基本上什么都卸不掉了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分解了还是挥发了，真的不是很推荐。来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， MAC 的喷雾都认识对不对？
你买来干什么？定妆吗？你清醒一点，自始至终它就不是一款定妆喷雾。谁说它定妆效果好的？谁昧着良心说它是定妆喷雾的？它一个成膜剂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定妆功能，而且它的喷头还粗得要死，就是莫名其妙的一款产品，不要再买了，你就是在缘木求鱼。还有一些产品，比如说欧莱雅的复颜系列，送我都不要。香奈儿的山茶花跟兰蔻的粉水一个毛病，护肤功能还不如大宝。碧欧泉的男士系列啥也不是，还有 ZA 的隔离还不如兰蔻的好用呢，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泥膜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有的钱还不如买美丽家的高粱饴。QQ 谈谈会拉丝真不错啊。那今天的草先跟大家拔到这儿，这些东西我六幺八是绝对不会买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理智消费，谨慎种草，好不好？觉得今天的视频有帮你省到钱呢，就给我个一键三连吧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我换了新家，喜欢吗？